大家在吃桑葚之前最好清洗一下，因为桑葚本身有灰尘，又经过手采摘，肯定沾有不少细菌，用水冲洗晾干再吃比较卫生。而且桑葚里面可能含有虫子，最好用淡盐水浸泡一下。桑葚正确的清洗方法有，先用自来水不断冲洗，就可以将它表面的脏东西冲洗出去，或者用淘米水清洗。很多人为了图省事，简单的用水冲冲就吃了，其实这很不科学。桑葚属于草本植物，植株比较低矮，果实细嫩多汁，这些导致它容易受病虫害的侵袭，因此种植桑葚的过程中要经常使用农药，如果清洗不干净，很可能引发腹泻甚至是农药中毒。所以在购买桑葚之后，食用之前一定要用淘米水或者是淡盐水浸泡至少5分钟以上。